包，水果已经切完那么多种，中秋节又快到了，柚子都已经到货了。哦，我们今天来教大家怎么切柚子，不懂得怎么切的人呢，哦，欢迎下方留言，或是你已经有更好的切法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开始，好的，砍柚子的方法很简单哦。我们的柚子呢，大部分的朋友们都喜欢等它慢慢的收水，收水到后面就把它切开来吃。哦，一方面这样吃起来比较甜，哦，一方面觉得慢慢的去感受一下不同的风味。一刀，哦，那一次刀这刀好处非常锋利，所以去记住不要让前后划到你的手。一刀。很简单，把头去掉，现在很漂亮，很新鲜的味道。然后画上八条线，超锋利的，轻轻拿这样画，有没有？好的，刀子放旁边，我们开始。用手挖，大拇指慢慢下去，让你大拇指带点力量。好 ，OK。一颗满满柚子，转个头就下来喽。你满柚子，很漂亮。嗯，这上面的是什么？柚子精油，对，非常香。然后呢，这个需要小朋友。小朋友，哎，他中秋节快乐。